方予可，你醒醒！看到你们，我们去玩了一圈摩托艇，现在打算去那边海滩，你们要不要一起？那边海滩非常的远，你们能走得过去吗？不想去。好，琳琳，我们俩一起去。那个，要不咱们租个游艇去海上玩？你看，又能跳水，又能潜泳，是吧？还能拍照，一举多得，多么完美！这好好看呀，还能看落日，是吧？来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对，而且我算过了，叫上老丁、大嘴、林泽、晨晨，我们平摊，价格刚合适。我觉得也挺好的，来海边就应该去海里玩，去海滩遛弯有什么意思啊？走吧，方予可，一起。好啊。我们大型二开始了啊！好吧，开始了。呀，等我一会儿。哎，你想不想下水里玩会儿？你可以用救生圈。我在岸上等你。玲玲，我在水里等你。玲玲，好。去了，注意安全啊！琳琳呢？琳琳没上去吗？她下去那么久了，不会出事吧？啊！哎呀，你快呸！别乌鸦嘴，我找找。去找你了，找我？他不会游泳啊！啊！你在这等着，我帮你找。真没事了吧？我真没事儿，你已经问了我好多遍了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晚上我去找你们。
面。方予可他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你呢？没事吧？我也没事，我现在回去休息了，你也赶紧休息一会儿吧。你回来了，方予可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他先休息。哎哎，你怎么也打上喷嚏了？说我中间头疼，我躺一会儿就好。我去给你买药。哎，别去了，大家都挺累的了，赶紧躺一会儿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行，你赶紧躺中间。来来来，你躺着，躺着睡。咱们说好了啊，睡一觉起来，要是再不好，就得去医务室。进去。这个世界上，谁离不开谁呀？你先稍等一下，我帮你配药啊。你生病了。枪还是受伤？没事儿，就是吹了会儿海风，喝了几口海水，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开始烧水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回市里再检查检查，别留下什么后遗症。我真没事儿，一会儿让他帮我们输点液就好，刚好我们可以一起，这样就不会无聊啊。就你还能笑得出来。你回来了，那刚好，谢你吧。那个，把手表摘了啊。